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长辈们的生活经验丰富，透过艺术创作可以回忆过往，也可以刺激脑部的创作欲望。三民区福气关怀站就聘请到一位年纪很轻，但是很懂得长辈的手工艺老师。他会启发长辈们的想象，引导他们创作出丰富多变的作品，长辈们也都很满意自己的创作。拿起蜡笔，长辈们画着吃西瓜的小孩，张着血盆大口，露出两颗大门牙，吃得很满足。长辈们还发挥创意，有的头发画成西装头，有的超像小小兵，非常搞怪。我的老师跟我们怎么画，我就跟着老师，仿着老师那个画的。啊，你这个头上还有发毛，对对对，小毛还是五毛？头发，他的头发，怒发，怒发冲冠了。剪西装头，画耳朵，现在要画衣服，穿衣服。哎，就是这样，粘在西瓜的旁边。接着再粘上两只手，画上身上的衣服。吃西瓜的小孩就算大功告成，长辈们开心地展示自己的作品。手指啊。涂指甲油，为什么要涂指甲油？比较漂亮。我画的一个是上班族，啊，因为他怕手弄脏了，戴个手套，吃西瓜，头发有垫过，啊 QQ， 很漂亮，我弟弟，跟我一样。台前的老师黄诗琴年纪轻轻，原本是教小朋友的，现在来到关怀站教长辈们画画，做做手工艺。因为对象不同，和长辈沟通时会特别用长辈的生活经验来引导长辈，是教他们尽量跟他们生活有关。像我们之前我有画过类似干妈点的那种，就是又充满回忆然后又很有趣的那种作品。好，两半了之后，对不对？对，一半这两个再自己搓茶。除了画画之外，黄诗琴又教长辈们用泡泡土捏出一个一个白色的寿司饭团，下次再做寿司上的各色配料，长辈们都很期待。我都会留分享的时间让他们分享，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他们是充满的自信，然后再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就像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一样。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外聘专业的老师，带来新奇特别的手作艺术，刺激长辈们的创作欲望，让长辈做出或者画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对长辈的手脑灵活很有帮助。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左营富民长青学院有一堂手语班的课程，长辈们跟着手语班的老师用歌曲带动舞蹈和手语的手势，大家都越跳越起劲，因为跟着熟悉的歌曲可以帮助长辈的记忆力，把手语牢牢记住。几首歌曲跳下来，学会了手语，又做了运动，大家都乐此不疲。熟悉的歌曲搭配手势来回比划，长辈们翩翩起舞，动作一致，大家面带微笑，陶醉在歌舞当中。百花，百花在地上，开放，开放。我们有美丽的幻想。仔细看，长辈们跟着歌词比的手势不是没有意义，有部分的手势是真的可以跟聋哑人士沟通的手语。大家每天不断练习，不知不觉几个简单的手语就这么学会了。大家都很快乐，都很快乐，很活泼。那来马老师这个教室之后很快乐，因为马老师把手语歌带进来，还会教我们认识动词、名词、副词，然后会帮我们统整。对，然后就学起来比较丰富多元化。因为我讨厌你去爱别人，爱就是别人，爱别人，你每天都到处躲在那个人家第三者家里面，害我很讨厌，很坦诚，很长哎，所以我就很伤心，很伤心，很难过，要流泪。对，都是手语啊，中间这个间奏是我们把舞蹈加进去。讨厌。在左营富民长青学院开设手语班的马丽丽老师，巧妙地把手语融入歌词中，大家一边听着旋律动人的歌曲，一边打着手语，借由歌词帮助长辈动动脑，牢记每个手势，简单易学。我原来是学画画，我看他们跳得很开心，我现在
暂时停画画来这边学手语，才学了第二学期，觉得很开心，很健康，很快乐。老师非常的认真又可爱，这个爱心，哎，所以我的手嘛就练得比较有进步了。我退休下来，我就想，我觉得手语应该是可以学一学，因为手语动手动脚，还动脑，还唱歌啊，还记旋律啊，所以这就防止老化啊。在玛丽老师活泼热情的带动之下，长辈们都展现自信，越跳越起劲。原来听歌跳舞还可以学手语，一次学会多项才艺，难怪大家乐此不疲。社区好新闻，张胜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新路基金会针对中高龄的智能障碍者成立三五俱乐部，并且以社区安老的理念，在社区活动中心开办相关的课程，借由音乐、舞蹈和运动，让智能障碍者不会因为年纪渐长，功能越退化。经过半年的学习，学员都展现不错的学习成果。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跟着我，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学员们跟着歌词记住每句歌词要配合的动作，不断反复练习。每周一次的课程，学员们都越跳越熟练。一、二、三、四。不止唱歌跳舞，学员们还和新路志工一起用气球打排球，气球飘上飘下，速度缓慢，正好让志工引导学员出手打球，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哎，你有没有很努力的打那个球？有。怎么打？你都怎么打？是这样打。这几位学员都是新路基金会长期照顾的智能障碍者，物理治疗师用歌曲、舞蹈和简单的运动活化他们的智力和体力，不会因为年纪渐长，功能越退化。口语上面的提示，那其实都是经过他们一些能够朗朗上口的相关的提示，然后帮助他们记一些动作。那主要前端就是暖身，那目标其实也是希望他们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政府的333的运动。这项课程计划是针对35岁以上的中高龄智能障碍者组成的三五俱乐部，以社区安老的理念在社区活动中心开办。经过半年的学习，学员们都展现不错的学习成果。我记得在刚开始打球的部分，是每个人只能一颗球打过来，然后就球就掉了，就算我们志工再怎么帮忙，他球还是掉了，所以每个人也会很有挫。可是就刚刚发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我们一颗球在大家支持下，他们是可以来回好几趟。曾经我观察过，长达5分钟，球都还没有结，这一场球都还没有结束。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听着怀旧的歌曲，搭配简单的肢体动作，学员们展现自信的笑容，在课程中放松心情和肢体。他们期待在人生的路上和一般人一样发光发热。1、2、3，加油！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位在三民区河堤社区的福气关怀站，有一群70、80岁的长辈，他们非常热爱跳舞，即使坐着轮椅、拄着拐杖，也要努力的练习，希望在比赛的时候能够获得好成绩。也有住在远地方的长辈，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坐公车来关怀站，展现旺盛的学习力。舞台上几位头发花白的长辈跳起小苹果舞曲，展现难得的动感。他们是三民区福气河堤社区关怀站的长辈，年纪虽然大，但是活力十足，一点都不显老。很棒啊，大家都跳得很好啊，跳得很好。对啊，老了你看，100岁都好多了呢。真的哈、哦，哎呀、啊，越跳越健康、哦。对啊，以前不认，活泼，现在也很活泼了。他有没有觉得跳的心情很好，身体？跳的心情就好，就好。轻快的节奏加上简单的动作，志工们都很有耐心地带领长辈们练习。长辈们跳得起劲，展现绝佳的团队精神和默契，在比赛时常常成为舞台上的焦点。我们先记那个我们的那个引带啊，他们甄选完以后觉得说，哎，我们跳得还不错呢，啊，就把我们也是列入
那个就是比赛之一这样子，就是到那个长青那边去参加他们的表演这样子。他是针对一些老人哈，他比较有时候说他是坐轮椅的啦，他也可以上台表演，让他们在一个那个舞台上哈，享受到一次这个经验，很难得的经验。大家的热情不但吸引附近社区长辈们参加，也有其他社区的长辈不远千里搭公车来关怀站一起同乐。从这个自由二楼，那个龙华国中那里。哦，对。为什么想这么远的地方还要来这边？因为这个的老师教得好，课程选得好，在家里做这个活动已经很棒了。老人在家里，儿子都在外面做事。两个人住很无聊，就出来走出外面，有时候来运动啊，干什么很好。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有丰富多元的动静态课程和一群青春不老的长辈，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成长，暂时把年龄抛开，就能够越活越年轻。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我是新兴区人生里里长萧玉祥，在这里向你诚挚推荐社区好新闻，没有谩骂，只有关怀；没有耸动，只有温馨。欢迎全家大小一块来收看庆联港都社区好新闻，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楠梓区一口气有七个里加入共餐的行列，除了刘世芳立委大力推动之外，其实团膳业者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楠梓发基负责左南地区学校营养午餐的团膳业者，一听到区公所打算试办共餐服务，就义不容辞决定帮忙。如今不但老人家吃得开心，也落实企业回馈地方的理念。共餐到底好不好？听听长辈们怎么说。大家一起还可以聊大家所喜欢的，还有心里有什么苦都可以说出来，快乐的、悲伤的都可以说出来。而且很丰盛，大家很快乐聚在一起，所以很感谢我们里长跟我们区长还有委员姐妹这样啊，一起共餐聊天，所以今天可以跟姐妹共餐很开心、啊。对对对对。今天在这里我们大家吃得很开心，谢谢你。菜色营养又丰富，长辈们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家常，就连胃口也跟着大开。看在里长眼中，共餐前后真的差很大。之前就是没有共餐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我们静态活动完了以后就回家了。那现在有共餐了以后，我觉得是蛮热络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互相谈心啊，互相交流。那甚至有一些手艺的菜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比较大量的菜，他们都会拿来这边分享。楠梓区推动老人共餐，两个月有七个里将先后加入。除了区公所动作积极之外，团膳公司其实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楠梓区有提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可以配合。那其实老人家就是大家一起结伙一起用餐，吃的也开心，然后就是生活也比较有趣。所以那时候楠梓区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我们应该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团膳公司哈，为长辈非常用心的在菜色、在主食方面也都有因应到考虑到长辈他们的一个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菜色上就感觉很清新，而且是很柔软，
而且在硬度上他们都会在考虑到长辈他们的主食，他们在吞咽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让长辈能够吃得很开心。在男子区发机主要提供左南一带学校及工厂的团膳服务，一听到区公所有意为社区安排供餐，就决定协助帮忙。尽管利润并不高，但帮助乡亲长辈的心意绝非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这次就这样子的活动，我妈妈听到就觉得很好，就是不管是赚多或赚少，但是她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帮助的人或者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是更多更广，那这个是有助于就是我们公司既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男子区顺利展开供餐服务，一餐40元，有菜有汤有甜品，甚至偶尔还会有李明拿出私房菜帮忙长辈夹菜。哇，今天的那个豆干很好吃，我就觉得说哎，很有成就感。瞧长辈们吃得多开心，供餐活动起跑之后，未来长辈们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而是要像这样一家人的感觉，快乐吃饭，谈天又谈心。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利用大同国小的闲置空间开设日间照顾中心，由大同医院和高医大的医护人员进驻，为失能失智的长辈提供客制化的服务，包括加强肌耐力和生活功能恢复等等，为高龄长辈的照顾跨出一大步。透过悬吊的器材辅助，可以帮助长辈伸展髋关节，增强肌群耐力。一旁还有照顾服务员带领长辈做四肢的肌力训练，增强平衡感，预防跌倒等等。甚至还有电玩游戏，更能够引起长辈活动的兴趣。很好，哦，这里人很亲切，我感觉不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电动玩具，还有这个运动器材哈，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这。长辈们的肌力好强化好，平衡变好好，那不容易跌倒好，那精神也不会好。这里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像这个是一个悬吊的方式，那因为像那个长辈他们其实容易会有尤其是髋关节的一些肌群的一些力气需要强化，那这是一个可以辅助好让他们这方面的能力更好的一些设备。这是大同医院和失智症协会共同打造的大同福乐学堂日照中心，针对失能失智长辈的个别需要，设计认知学习课程、感觉统合活动、肢体活化运动以及生活自立训练等等，延缓长辈失能退化的程度。来到这边，我们显然都已经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家，那我们希望他来到的地方，我刚刚强调是生活。那比方说他喜欢做菜，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让他做菜，虽然他目前失能了，所以我们多了一些餐具的辅具、生活的辅具，目的是希望他能够自己来操作。这间日照中心也是创全国之先，活化运用大同国小闲置教室，希望可以老少共学，让长辈重温学生时光，感染校园活力。那所以未来的生命伦理的教育、代间的教育必然是会融在整个活动的设计里面，老人家会跟小朋友一起吃饭、生活、休息或学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状态。学生的家长说，你们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吃个来找我，我再跟那个高一哈这边大家来协调。对，我是很鼓励他们，但是他们这个名额哈有限了，就有30个人了，所以说我刚才要给他们建议，说看能不能扩充一点哦，增加到50。到70-80这样的。新兴区的老年人口高达18.多%，急需要在社区设置老人照顾机构。大同国小就在社区附近，长辈可以就近前来活动学习，子女也可以放心外出工作，减轻照顾负担。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前进区三川里里长庄敬勋为了实践当初竞选的承诺，将自己的住家作为国小学生下课后的临时托育据点。这个服务获得邻里的好评，每到傍晚，里长住的巷子里就充满小学生的欢笑声，所营造的气氛让三川里宛如一个大家庭。三川里里办公室前，5-6个小朋友坐在椅子上，乖乖地拿起书本来看。当中有里长的孩子，但绝大多数都是李明的小孩，因为临时有事送到里长家，请里长协助照顾。以我们自己当父母亲的经验来讲，真的很难去临时找到一个人来帮忙，说帮我们照顾小孩之类的问题，对。所以我们提出这种服务的话，我相信多多少少一定会帮到你们一些，对。
原来里长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将里办公室当作临时托育照顾据点，没想到这项服务大获好评，里民纷纷将小朋友送来，久而久之里长住处仿佛就是一间安亲班。我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然后可能都会在外面玩，然后久而久之就是认识，就想说哎，哇，小孩子寄放一下是怎样子，然后都是邻居比较多，就是附近的里民。然后后来我们像我们志工妈妈里面啊，他们有时候晚上可能有事情，然后也会放，就是把小孩放在这里这样子。如果遇到里长工忙也没关系，这里的志工妈妈都会协助照顾，宛如一个大家庭般互相帮忙。小朋友来这边，然后有大人可以照顾，那家长相对的会比较放心，而且就是我们有几位妈妈会在这边，可能还可以帮她看一下功课，指导一下她的作业这样子。里长贴心的服务拉近三川里居民的距离，每到下午学校放学之后，巷弄里处处充满孩童的欢笑嬉闹声。有好水，还有人坐着人跟你去看，还有很多人有空跟我玩。哦，所以很喜欢来这边，对不对？哇，我也很喜欢来玩。庄里长将里办公室作为临时托育中心，一来里民可以无后顾之忧，二来也成为里民的联谊中心，也难怪办公室前随时人潮满满，笑声不断。谢谢宝宝。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2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正月21，适合祭祀、祈福、入宅、动土，不适合嫁娶、开市、安葬、破土。冲蛇煞西方，29岁和89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音需要被听见，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高雄的大小事需要你我一起来关心，请听在地声音，关心在地生活，就在高雄现场。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小酒斗阵，爱护环境，厝边头尾讲有笑，美丽社区有你有我，快乐最伴。每礼拜四下晚九点，请准时收看上爱你的公益福利站。海洋阅读生命的波澜，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从一种坚定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从悠久文化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阅高雄。为了文塔假设安心的水果，也对亚开土地的友善，总有其还在我一天的坚持，虽然失败几多摆的，我一定会用客家硬强的精神坚持行一条路。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我是高雄的囡仔，伫外口做工。